好，徐乃红，徐乃又过来跟咱菜家 talk 的时间啦、啊。talk， 今天这一集不是要 talk 社工的东西啦。哦、oh, ，我们每几个主题应该都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聊一点时事。哎、欸，接着你很时事啊。很时事，很 follow 的哦，现拍现上片，还有很快。哎、欸，现点现做。那是什么呢、最近这个疫情还是没有退散，越来越严重了、啊。越来越加温了、啊。这个全世界、欧美各国越来越严重。爆爆爆！反正亚洲这边呢、啊。对。爆爆爆！全世界，全世界了，全世界，全地球，恐怖啊、哦！而且我们最近发现的现象，哎呦，就是中国好像受到各国人的讨厌。哎，但那也没办法，毕竟起源可能是他们不知道，可能啦，可能他们，但是矛头都指向了中国。对呀、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发现网络上很多那种梗图啊，嗯，以前就是写中文的。现在很多都写英文，然后都在嘲笑中国。哎呦，真的、啊！全世界到底有多讨厌中国？哎呦，我们来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些这国外流传的一些梗图。哦，迷因图。迷因图，迷因，为什么叫迷因图？秘密。他说的翻译。英文是秘密。啊，来看一下，看一下。啊，来第一张。啊、哦，小熊维尼，很可爱的小熊维尼，很可爱啊！这个英文大家可能有些朋友看不太懂，我帮他翻译一下。翻译。他第一张啊、哦，他说 ，So I order this face mask to pro， 啊，自己看，你看得懂啊？是吗？他订了一个口罩。那第二个哦，它上面好像写 something here， 写一些东西在上面。在上面嘿。哦，没点全。哦，然后脸就哦。嗯，懂，你好懂，维尼小熊，懂。第二张 ，Hi， I'm come from China。握手的啊、哦，拱手不握手。哦，在干嘛？在聚。再来，哎、欸，有两个米老鼠，啊，上面那个米老鼠是 product made in China， 反正、就是。中国制造的米老鼠啦、啊，就玩个起刷啦，很烂这样的、啊。看不出来是。对，然后下面说，欸、如果是病毒 made in China 的话，哦，超强壮啊！变馆长鼠，变馆长米老鼠，可以，懂。啊，这张是这个南方公园的梗图吧？可以是。Oh， I'm sorry， 哦、我以为 this was America。哦。好，那旁边有这个 NBA 跟这个暴雪两个公司，这样，这算是受疫情影响很重的。嗯，很重。那就没想到他们母公司好像也是中国，害到自己。懂。啊，在这个黑人朋友上面说，哦，恭喜 you have won， 你赢了一个免费的旅游去中国。懂。这个黑人梗图真的蛮常出现。这个黑人梗很常出现，很常出现的，在国外很常用。哦、OK， 然后再来这个，哎，几个大妈 before 哦聊得很开心，然后 after 保持这个社交距离，现在都很隔很远这样。社交距离。然后他还是用这个，应该是中国大妈了。中国大妈。嗯。好。啊，接下来几张呢都是没有字的，没有字就懂了，没有字就懂了。来，这第一张，立刻你要懂。啊，这个好像习大大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秘书长潘德塞的一个合体。哎，其实长得还可以啊。为什么要合体？因为他们是 Majima， 是辣子。你想他们是 Majima， 根本就一体的 Majima 的感觉。一体啦。一体的。生命共同体的意思啦。然后这张改编电影海报，最强的，就是我看不懂，把它翻译一下。Fudari。哦 ，Fudari。最强的两人。哦，最强的。最强两人 ，Partner Majima。Majima。不管其他人怎么样，都推着你，我们是 Majima， 在后面支持你。啊，这一张，WHO 的英文的翻译其实是 Wuhan Health Organization， 哦，也是 WHO， 哦，合理耶，马吉马，我马吉迪，对 ，WHO。接下来这三张都是习大大的，我觉得一点那个亏啦。第一张。厨师，这个厨师的手，然后撒散播病毒到全世界。哦，第二张应该是维尼小熊在那边吹蒲公英。哦，落叶归根。
到处播种。哎，这个知道了，无限手套，无限手套，无限病毒头套，无限保湿就变病毒了。对，全世界一半的东西都会消失。弄一个亏啊！还有这一个是一个应该是 WhatsApp 哦，对 WhatsApp China 创立了一个武汉肺炎的群组，邀请了全世界进来，然后他就退出，自己退出那个群组。这个真跟这个图也连结了啊！这个地球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快死掉了。然后旁边那个长得有点像习大大的，摇着他 Get up and say thank you China， 起来，你要感谢中国。来，最后一张，最后一张，这个应该是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学者哦，最近很红啊，很红啦，很红啦，大家都问他说，哎，这个台湾的防疫做得怎么样？哦，没有收讯，没有收讯，耳朵好像被人民币塞住了。哦，中国防疫好棒棒。哦，可恶。Very good。以上就是这个在最近网络流传的，国外流传一些在考 C。中国的一些梗图啦，迷因图，好不好？对对对，我觉得外国人是分不清楚亚洲人哪一国。确实是，就好像我们看外国人都长得一样，白人长得一样，根本分不清楚。其实蛮像。对，所以我们其实说台湾人在外面都会被以为是中国人，被歧视、被欺负。对，尤其我们护照又写。对，所以种族歧视屡见不鲜，希望不要再发生。对，又有头菜有主。对，我们要呼一下嘛。好，呼一下。我们这一集，我们凭英文不好，没有办法像阿弟这样向外国人呼吁。讲个英文这样。没关系，我们向这个中国呼吁一下。呼吁一下，好。对不对？希望这个中国的政府开诚布公。哦，不要盖牌了。对，不要盖牌，那数据大家诚实的讲出来。诚实公开。对不对？这有助于全世界的防疫。我们这样呼吁，你以为我前面讲是认真的吗？啊，不是认真的。当然不是认真的啊，不可能啦。咱的卡通，咱的在呼吁的，听啦，卡通嘞，你第一个是中国，我还没给你呼吁啊，你开始不公哦，会开始不公就不是中国了啦。你怎么这么懂？是不是？我们台湾第一波防疫我们做得好啊？为什么？我们太了解中国了嘛。为啥？他的工商也没听嘛，那呼吁规波也不是小兰那边嘛。对嘛，就这个大熊最了解胖虎嘛，你们都不了解胖虎，大熊最了解，被欺负的最惨，我们他妈最了解，他们呼吁中国有用啊，没啦，他们做他们的啦，不然我们早就加入联合国了啦，我们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啦，你别太小了啦。不好啦，赶紧呼吁不好啦。好啦，对啦，自身做起啊。对，我们顾好自己就好，不要理对理对面在干嘛，不要理他啦。不用理他，不要理他啦！我们做好自己，我们最重要是呼吁我们这个所有国人，我们就配合政府的防疫嘛。没错，我们就管好自己，好不好？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台湾守下来，守下来，不要跟外面纷纷扰扰，配合政府防疫。对，不过现在很多外面国家都知道台湾是台湾。哎，对对对对对，我们趁着这一波疫情，台湾能见度在国际上打开来了，提高啊！对，我们就呼吁一下国人，如果你们这个旁边有这个国外的朋友，国外的朋友，你告诉五个国外朋友就好了，五个就好，我们2000-300万人，你1000万人，一个人告诉五个人，就算5000万个外国朋友知道啊，5000万人跟散播出去，几亿人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台湾，台湾 ，China is China 嘛，是不是？讲出去，趁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武汉肺炎，我们是台湾，我们是 China， 我们是台湾，我们台湾做得很棒，哇，台湾很棒，全世界都称赞我们做得很棒，台湾是台湾 ，China is China， 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台湾的能见度打开，对不对？这有助于我们的国际地位啊，一定要一定要，是不是？对啊，我们这一集没有跟对岸呼吁什么了，没办法呼吁，没有用嘛，他们听不懂嘛，那你还要翻墙吗？对，没关系啊，我们向国人呼吁。然后可以这个跟这个身边的国外朋友呼吁一下，呼吁一下，对不对？现在全世界真的是蛮对中国蛮有敌意的啊，对啊，对啊，趁着机会我们好好提升台湾的能见度，让大家认识台湾，没有错。好啦，今天 talk 到这边为止啦，好，好不好？开心啊！要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真的啦，配合政府的防疫啦，对，平平安安最重要。没事就宅在家啦，宅在家，好点饭，宅在家，没事不要出门，这个连假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如果真的忍不住出门，去空旷一点，没有人的地方，空旷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去，好不好？好，这边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希望我们这波疫情，台湾继续守下来，守下来，守下来。啊，最后我们来呼口号，台湾，台湾，China，China，台湾，台湾，China，China，Yes。
我们今天 talk 到这边啊，如果还想听我们聊什么东西，可以在下面留言，还是针对这个议题。但我有点怕这一集出现，可能大家会看不到你。